费老师以前 HSK 文章学过了，被就是留的，做嘛留他的卡缪老师，必须留他的对他的这个意思，这么念来念第一个。今天我哥哥 BJ 昨天买的新背包。啊，今天我哥哥啊，哥哥杯子留他的，昨天买的新背包，明天为他的，做不一个，做不一个留他的，来第二个一道来念。我背了很多东西，好重，你可以帮我吗？我背了很多东西，那不是里面还有累他的，或者带他的，好重。很多老师对你们都那边面看嘛，好重，压力来大的，你可以帮我吗？你看我估计比如样了。从前是运动啊，老师以前就是运动啊，以前说你都难。我们这个是从前，来从前这个第一个来念一下，速成。好的，老师。从前有一个老人住在这里。我们云龙啊，东通呢，属于就是说，以前有一个老人住在这里，属于大部分都会有。现在我们会有从前有一个老人住在这里，有一个老人哦，在这里留的住在这里的嘛，你的来第二个译名去来念。译得来。我跟他很久不见，他跟从前都不一样。我跟他很久不见，我那都那么对呀，咋比他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嘛？懂了呗？呢，他跟从前都不一样。那老师 HSK four five 上下或者六嘛，six 嘛，我老师都会有从前17，17是老师啊，请啊，帮你查，17。来，老师这个，sorry，老师这个先给你们拼好了。身体快速发育，所以老师和不能分开翻译了。这是老师哈，右半上牙喷出就这来了。几岁到几岁，老师哈，身体快速发育，就是说右半上牙喷出就这来了。比方说老师被院里没院嘛，比方说老师得出来，哎呀，血液没有血不能，我看那老师这不知道啥屁来了，请你们老师把他们啥呀，我把啥也说没有那些，干嘛我看那喷出就这喷啊，老师信嘛，来这个来念一下那个乖乖。对对对。我师傅到十八岁。十八岁是非常年身体快速发育的时期。好，15岁到18岁，是俺那个年岁身体体格的，就是青少年，就是说老师。聋哑的哦，青少年是老师啊，聋哑的，但是老师的上岸的是新的，老师录没有表不录表不问下啥，还在月课里的哦，青少年了可能，身体快速发育的时期，有晚上要喷表就这的，请你帮你查批吧的哦，我们不会说时间，我们以前是说差不多，大家都说时间，来老师这个来念一下，是不是啊？他在中，哪里比较大一点？他在中国学华语的那段时期，旅行了很多地方。我们以前用的是时间，他在中国学华语的那段时间，这是以前的用法，我们现在来改了时期。他在中国学华语的那段时期，旅行了读丢笔嘛丢啥的呢？请帮你查中噶哦。时间是一千钟啊，老师底下在了一千一百差钟啊，一千一百差钟啊，旅行了可以多给人很多地方，你也多多面面哦，多给人流传这边个变难的。那老师等一下，对着老师边边么地方造句查了，先念一下，苏西木，好，苏西木请教，卡卡来。这些故事到今天不知流传了多少时代。这些故事你不明啊？这到今天哦，今天也听过的，不知就是不知道过呢。我们对哪屋的流传变成多少人？哦，流传了变成多少个人？多少时代？这亚洲本来空天聊天变成多少说啊？我们对哪老师？比方说老师，比方嘛，这就报名的吧。老师讲哪一家不完了？生出来腊肉，那老师生出来的时候，红给的，他们老师到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哦。
首先老师有的什么 Snow White，Snow White 是老师的话，这些故事也是以前就有了嘛。老师从小就可能，哦，从少年老师给人家学，可是到今天不知流传了多少时代。哦，我认为我亚洲的呀，老师啊，你老师是现在21世纪，还是老师会无聊吗？大家还是会兴趣吗？冰多的还没火呢，大家都看还是兴趣。那老师找了老师的故事吧。那老师流传，比方说老师哦，流传了好几个国家东南亚诶。比方说老师，比方说比方说就是说英文歌，那老师或是中文歌啊，这个老师没有那么仔细的了解。比方说的青岛伯伯老师 copy，那老师。丢的青你把面多少撇？我们老师不骂单词嘛？比方说老师童话的青，可是老师不骂的青马戏言咯，好不好？那老师不骂的青马戏的咯，泰国的猜的青马戏哦，都是泰巴的斯卡嘛。还有是越南咯，都是越南斯卡嘛嘞，的青童话嘞，单词读了没有写？所以这个歌词的单词啊，不止流传了好几个国家，本来的老师变成多少什么的，有时候的钱都不够老师哦，不是是发票。那老师穿服装嘛，为啥？老师现在哪个国家比较流行？比方说老师很会发展，就是说流行的卡嘛，一个节目上你看到了一个款式，那老师明天就市场就流行了这个款式，那就在你老师每个国家都。老师现在老师或者你要画画，他不能。老师现在流传了什么款式，你知道吗？就是说比较像，就是说阿嘎保米阿布瓦哩，啊，阿嘎保米阿布瓦呢，哦，阿布瓦老师和就是说 crop 阿多哩老师或者哈牛哩，老师现在很流传的。那老师不只是缅甸咯，老师说我去新加坡。我那个老师设计嘛，好 design 所以录取的。因为老师设计师，老师比较特殊，服装包括那为啥 design 所以的？因为老师，就是有一天啦，老师会做这种服装，因为老师想要当设计师嘛，服装。那老师都会看是不是要买，那老师每个国家有什么流传了？那老师流传从哪里流传了？老师也这个没有那么知道。可是老师每个国家这个款式或是这个设计流传了很多国家。变成多，老师问为啥不？那一路旁边旁边不矮，什么没有说的？那他穿跳舞的时候，他有穿这些，老师不在旁边，他有在穿，那老师不把 cloth 给你多呢？啊，个旁边不矮呢？老师也现在，老师裤啥的呢？老师问他嘞，因为老师刚刚去机场，老师穿了这种款式，所以老师现在都流畅了这种流行的那个款式，所以老师那叫流畅，变成你呀，不能 design。的不错，的公平，好，至今，至今就是说那个，有那个成体，老师说这个来念一下，来看看。他母亲至今还活着。他母亲都没吧，都没噶，这至今有那个成体还活着，或者是说在心里也写还活着，他还活着，都在心里也写的。孝敬的代表老师有的嘞，他们老师人家比上他们尊重的老师人家那么多，尊重啊叫 respect 礼啥的不咯？孝敬啊叫我因为比如有的啊，比方说老辈在写的老师老辈所以多加压过生了我三段，尊重的礼啥了生了不生呢？孝敬啊叫老师就是说加压我谁啊哦，在哪一在哪都老师老辈也不咯，那叫孝敬咯可嘞。那老师，你孝孝敬父母，你还没办法学的呀嘛？就是说，比如说不要学的呀嘛，都不要啦。老师说了些，我没有办法孝敬父母，因为老师有的人生来不雅的，噶样的老师没有办法，因为老师在国外的。来，在工作中谁孝敬他？不都要都，比如说别嘞，比如学的嘞不？还有老师还有什么呢？虽然是答题，或是经历过他亚路。有些老师怕的咯，模糊。现在还在嘞。比方说，你老师呢，读你，你老师英语很背的，英语力太背的，国语力飘背的，这个是怕的路，比如你哦。对了，谁要他妈批的，谁要他妈我念，我就爱他老背啊，那叫孝敬老壳嘞。那老师所以老师的，老师是很孝敬的人。老师，老师平常嘛不读书，老师都会孝敬。
哦，不是军咒，军咒怪老师 respect Lisa 了。那你们是老跟老师是往来马上的，你们没有办法孝敬老师，你们是跟老师就是军咒 respect say。那孝敬啊，国家呀，把老师所以老师引用啊，就是我在上班的时候，我的老板娘或者听嘛，我跟我是很好的感情非常好。那就是说，他也照顾我，我也敬业。如果我觉得看到他还没有吃饭，因为工作很忙嘛，中午都还没吃，那我赶快去煮鸡蛋。哦，水煮蛋，然后我赶快把剥皮，然后给它，叮，它的嘴巴里我就放进去。所以那个是老师孝敬，对，老师吃的，哎，对，把肉别啊，来再来跟老师肉别哦，那叫孝敬哦。好，农民啊，对比到喏，当奴隶的嘛，我父母都是农民，俺明白这个当奴隶的马撇的。战争，那老师大家知道，现在缅甸就是说战争中，是不是你也搞了？哦，战争，来，老师这个。学生来念一下那个马贼。啊，我们强烈反对战争，支持和平。我们大家希望不要战争嘛，哈！我们强烈说，这边谈谈，红塞阿塞古嘛，反对说吧咯，战争呢，战争哈，这边谈谈呢，我们来阿塞古老师视频到哦。反对三千年的支持和平说啊，和平说啊，以前的支持说，今年意见不合，逃班毕业路把他们变没呢？今年意见不合，路拉的；今年意见不合，三拉西的；今年意见不合，逃班毕业；今年意见不合，阿毕业是不是把他变路亚的？来，这个来，第二个来念一下，念了么？念了么？奶奶来，借动大数学代字，大代龙字是真大学树，大龙。后来，借动大龙学代字真学倒下来的。倒下来的意思是老说，裂甲来了，哦，丢甲来了，裂甲来了。哇，挡下来了！老师带，老师台湾嘛，地震的时候哈，老师阴影哦，哎，阴凉嘛哈。那老师有一个大饭店哈，我带着胡老师挡下来了，障碍这风水嘛哇，那是老师啊，丢来了，挡下来了。那我说这边你来丢来了，哦，那棵树倒下来了，哦，挡下来了，哦，所以当因为老师跌倒，老师错了呀嘛，所以倒下来了。就叫哪嘞？这栋大楼，大楼也连起你的动古动态。这栋大楼是在战争的时，就是说 CP 的青龙啊倒下来的。就叫哪哪嘞？门主是老师啊，三那边三那比瓦啊，不咯？来，老师这个来念一下，那个 Nancy。啊，我会尽量满足你的愿望，尽量或尽力，尽力尽力。尽力呢？尽力呢？老师哈，尽力啊！老师啊，当哪一种路比啊？尽力啊！来当哪一种路比啊？所以老师尽力我讲到一点啊，尽力我很少人知道，尽力也是老师尽力呢，就读呗。但是老师 HS 给发也生词，就是说啊，当哪一种？我会尽力帮你。老师学生知道是我会尽力帮你。那老师我那老师都没有他来顾你对吧？好，我会尽力帮你说啊，当哪一种顾你别没？可是也不是不可能会成哦。没有办法保证成功哦，鼓捣鼓你别买啊！当然说鼓你别买，成功没成功，我容我也保没有保证。阿妈妈看过，我会尽力满足你的愿望，愿望说啥呢？你也啥呢？我当然说啊，PC 别买路标了哦，愿望你啥呢？我当然说啊，PC 这个老师你有这东西把它编背落什么编咯？老师这个是一般说，我会尽力满足你的愿望。哦，三那我 PC 比满足比满足的嘛动态，可是满足就是说对 original 是三那 B 哇的三那 PC 比的不？我会尽力满足你的愿望，你也三那我啊，再来说 PC 比吧没的。来，老师这第二个来，那他啊，好，那个说三那从看到你们发给老师打的便签了，老师我讲到老师丢啥？不被比对，所以老师就吃了多便秘，这个感到不是感到，说啥那种？好的，对于自己的工作，我感到满足的。我们以前说，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satisfied 的，满意属于老师懂了。我们现在是比较高级的。
对自己的工作，我感到满足的。过夜路转，我感到看啥嘞？满足的。就是说，三拉比外的路看啥嘞？谁家家的路看啥嘞？老师明天得参会这边学习去的，还有路行。老师讲了，第一点的嘛，不算老师第一点嘛，参会呢，老师能不能懂解啊？比方说，老师啊，你有提了一个问题，随身的啊，老师你有啥咪？啥都给进行练习，也许有些人都难回答，你为什么不能回答？不只是一连次，一次连次，三次，你会不会过过？我觉得感到惭愧，这上面片没有了。哦，是呀，第二天啊，等呢，这前天嘛，等呢，就都等呢。可是我为什么不会念？人家都明明就会念，你不会念，你念不出来。那老师啊，念我害你，你会感到惭愧吗？不要这样了，挂钩。我感到惭愧了，哦，下次一片迷，啊不了，怎么样呀？我人家明明就会说、会念、会读、会写，你为什么不会？所以这是叫惭愧。那老师现在有两个例如比他不呢？来，老师那个说明书来念。他点点头，心里感到惭愧。他点点头，读高念一点，心里嘛着了，看到sorry，感到惭愧，下次一批。比方说老师说错了，不要过。比方说说明书，你把路啥么样了？你啥么样？你对不对？不对，人家啥样的？你本来把西用啥么样了？你硬啥一个伊拉么样的骂你嘞？啊？那对老师我错了，露宿看了一下卡嘛，不是说很害羞，不是那个丢脸，就是说。下次一批米个嘞，那么这啊啥米啊路所谓 depression，叫下次一批米家惭愧啊，咱们有老师啊讲到的是嘛，素来路，我呢比下次一批多了，咱们有那叫感到惭愧路可嘞，惭愧，咱们美国嘛的也肯弄白嘞，啊咱们不这样也该弄，哦被美国被这嘛被惭愧啊白嘞，来再说说这个来念一下。他因为外在看哪里劳了？辞职的，在看哪里？老师都弄了，变成了，等啊，干过面的，快一点，来，好。接来念。他因为外劳辞职的3月二感到很惭愧。鹅就是鹅扯的鹅。哦，老师那边明天看嘛，在云南弄弄，老师在东里面去了。因为爹妈懂他了，因为儿吃语法懂他了。他因为忘了妻子的生日，都没骂耶，没你没大的儿大丈夫感到看啥的很惭愧，下次片面哦，俺没骂没你让俺们丢了哦，还叫是什么了？哦，那是不好意思说了看啥这没有不，咱们老师不好意思了，没懂了，心里不好意思不，也骂了喏。比方说今天你爸爸妈妈生日，比方说爸爸或者妈妈。你没挖的路看啥的，下面比方说你没把你那么亲那么地方喏，比方说你很爱你的父母的话，你今天不管你要考试或是你要工作很忙，你就没把要问你没多也看嘛，你不如你咯，哇哇没挖，还没问你，或是有个爸爸生日没挖，不如你咯，很那你那很不好意思嘛，哦不好意思撇多不，那老师不好意思路，那都弄呗，惭愧就是说哦下次撇没挖哦。过米巴让过，你那么差哦！过米巴让过，哎，滑撇过。那老师说了一些，老师今年我呢，老师在国外，可是虽然在台湾，我很注意我妈妈的啊，什么日期啊，就是说妈妈的生日，或是妈妈要做什么啊。比方说，我现在我妈妈要办护照，我心里一直记得哦，我几号我要办妈妈哦，我要虽然我在台湾，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处理什么，我一直放在心里，不然很不好意思的，感到很不好意思。可是我常会把路东来的时候，下次一片米多了，就是说过米巴了过，你那么差的大的米不，啊路撇多了，对了，米巴掉回来是啊，我只有妈妈，过米你对面有家来过你别你，对面跟啥家来撇亲别你，你嘛这个米巴掉回来是啊，米掉回去啊，米跟啥你去，你嘛他哪用啦？就是都没有谁看啥家，等你再下次问话了，那叫老师啊，惭愧了，懂了。好，决心决定了，决定了，老师比较表面啊，不然你念啥呢？我决定了，决心啊，你那比较是不是不必要理那的。
零零的，送票吃茶的，最顶也是送票吃茶了。可是说话表过咯，最顶的比较表面，还有深层部分的话，2000不？最新的来送票吃茶的2000面呢，也是比较正式的。来，老师这个来念一下，那个书面读来。我祖先和他的省中为，三年内我的中文要流利。好，老师以前的用法就是说，我决定好好的学中文，是吗？我决定了，我决定。那我们现在就是 level 比较高级嘛，HSK5，所以我们滥用就是说我决心好好的。那老师这个的要记得哦，好好的高莫刷 advert 房东他咯，所以你得记晒吧。我决心好好的学中文，三年内懂你 a dream 嘛，哦，我的中文要流利，那就啥？fluency good，就是说。不然，帮我转正呀，没路，送片来的。来，老师，这个来念一下，随身带来。我为了给自己和他下决心，一定也要戒掉烟。戒掉烟，戒掉烟，意思是说是那撇的，戒掉啥撇不来的？戒掉烟说是那撇来的，下决心哈，老师决心的下决心是老师差不多的意思。有时候考试听力的时候，他没有说决心，他说下决心，下决心啊，来从撇切差来的呗。老师都还在，我真的现在下决心了。有些人说决心，我真的决心了，标的如下决心，我还没有下决心。我还没有下决心，我还没有下决定路。老师了，懂里面去。我还没有下决心，为了给自己和家人，为了对给自己过过过转的，米巴人米大叔也觉得更好的环境。不高呢，老师分出 environments 不稳定的孤僻，不是他下决心哦，下决心就是松片下来的，一定哦，一定要，sorry，你们吧，一定要戒掉烟哦，就是说的松话片呀没路，松片来的。委屈呀，没真的是呀，没真的才是呀。抱怨那么多呢？抱怨呀，叫做公不灵的跳舞罢了。抱怨，我要抱怨他，哦，我要抱怨他，公不灵的抱怨啊。到时候你可以抱怨老师，那你可以抱怨老师。比方说，老师教书教的太快了，我们听不懂。然后你可以抱怨老师，我想抱怨哦，老师教的不好。比方说，老师教的都不对，老师也是可以抱怨你们，你常常请假。常常旷课，常常没有写作业，我也可以抱怨你们。那时老师说啊，别点呢，不灵呢。那时老师说，当家的属于抱怨啊，懂了？委屈啥么嘛，他妈不得吃饱饱的，没真的吃西呀。比方说，老师努力帮侬，人家都要撇，没问题帮侬。人跟人之间，比方说，你对一个人有委屈的事情的话，你没有马上处理，那老师。委屈太多了，委屈太多了会怎么样？只是说两个人感情会越来越不好。那是老师，那真的彻底是呀。比方说，你也有可能对老师有没有委屈？那真的是呀。那老师说了行，星星的，长大的要老师不？老师那长大的教我们老师了，不要没关哦。老师不长大常常请假，老师真的对你很委屈的，那真的不好。你没有跟我。解释啊！我说都没不如给啥这种事业，你没有给我解释，你一直请假，那我可以对你委屈吗？真的，啊，不是说有些学生又没有请假，你没有你没办法写作业，没关系，你要请假跟老师都没得把印象没进来不？我说等于说不如不如给啥事了，你要可以给我原因，又可以请假，可是你那我老师也对你委屈太多了吧？然后你下一次再跟我请假，或者再跟我说什么我不接受了。马上退掉你，你就开始站头不来的。这是老师委屈了，快，没真的还没有。你那也是的，老的宝妈，你对谁有委屈的事情，百度宝妈，没真的给啥事哦。比方说对老板或者对经理，对谁谁谁的啊，你有没得压路开你，你有欺负人肉，然后老师来这个来念一下，结束语吗？你心里有委屈，就看什么也不顺利。好，老师，真的，就是说，讲声，就是说我刚刚很生气，啊，我刚刚第一个时候，我就
我鼻子胖出去不来，哎妈，这啥子？我刚刚有发现呢，家里有一个问题，我很生气，非常非常的生气。我到底要今天要上课还是不上课？我就一直在想，因为那时候发生的时候7点半，啊，老师台湾7点半你们那里6点，我很生气，因为我缅甸的6点半就要上课了，可是我还在生气，我东西就摔到，我杯子都一根都特别是来打扫，我很生气哦，我没有讲是什么事。因为那个是我对有人就是我委屈的嘛，真的在气了不？哎，看嘛，老师心里有委屈嘛，真的在气你啊？哦，老师委屈是一个人，可是老师传教的我就不想讲话，不想说什么。你对我多好呀，我就不管了。所以你心里有委屈，你这他妈嘛真的在气你，所以就看什么也不顺利。你们的面呀，龙巴肉，身边没有，窗外了的嘛顺利，把他们变。哦，你们的面巴肉，身边没有。他说你要方便路的，你拿到我们，我们心里的感觉不会说方便，我们说顺利，哦，顺利不顺利呗，懂的？因为看啥节目了。可是，首先，看什么也不顺利，就是说顺利啊，身边出没呀，对不对吧？他明的面，身边出没没的路标，明的面，谁敢驾驶还我们修，在哪里变的？所以，哦，明的面，谁敢驾驶还没修？比方说，这位老师就是说，还有在各个边缘，啊，进来的，不是那个。professional 亏他了不？这个老师要刚刚拿来他不呢？所以我虽然老师心里委屈的事情，可是我还是要教书。可是老师说虽然委屈，可是我还是给你们好好解释，好好讲话。可是你现在不能讲错话，我马上就报价了，因为我心里已经有委屈的事情。哦，没简单的给啥？谁没委屈的给啥？细逼的，而且嘛，你对我，嘛你啥没来着？你啥米啊？如此呢？你心疼了你累呗，大家在委屈嘛，真的是，所以现在他们，所以虽然老师一般嘛，心里没有什么事，心里很快乐。你啥么样的卡嘞？哦，没关系，你啥么样了？你啥叫恼怒？得老板逼多少遍嘛？我心里有委屈的时候，就我会讲，你老张要了，你在哪在哪？你跑哪老张了？啥么叫哪？在哪么叫呢？哪块哪么叫呢？错多少段？我可能会这么说，啊，不咯，我心里有委屈。那谁叫我们真的相信你了？虽然不是委屈你啊，你我们真的打人后包，可是老师心里委屈，所以就看什么也不顺利。妈妈，我身边没有，你弄了从你那岗位，就是把马路交表没得路口了，哦，没看不？怎么啦？你弄了的路呗？你只要那什么表咱们你东家端没了嘛啦？比方说你没要出来的爸爸妈妈骂你，你去关心。你别那了，哪表呢哈？这个啊，我哪表，哪有不哪表呢？会嘛哈？工作方面也是，俺老妈是没别拉我，俺妈阿皮没有多少病，没人嘛啦，俺老家边，比如说嘞，你那么高，我吃头，啥子那么吃不怕，没没得拉皮，俺妈啥呢？把拉表你们都是个假模糊，是不是？就是你心里有委屈，就你看什么不顺利，谁他妈怎么样，怕身边没有错误没有哈？那都看什么也不顺利，有了解嘛哈？然后。对不起，委屈你了，是吧？你当门嘛的，你不把门进来批米多了不？那就是当门的是吧？哦，虽然就是说，虽然您对还是错啊？这个比方说，老师有点哪没有怪的不？那对我们真的不？虽然这个对啊，老师别老说老师真的委屈，也是老师误会被委屈了，批刚批来批来呢？都妈妈问的老师都听了那批讲嘞批哪吧的，这个都妈讲嘞妈哪吧的，还是老师两个要和平嘛？以前不老师比较有习惯是要和平嘛，所以老师啊，虽然老师就是说有时候老师是哈很生气的时候，老师脾气很暴躁的人，老师给一些我表了那啥表那点尖的，我拿谁出来看嘛？我路路没有拉比的，啥个用噻？哎，老师，俺路你那里标着的，好，哎个卡吗？哎，什么？老师，谁说让标 B B 什么？谁遇到一卡吗？你要再考虑。我刚讲嘞，大面多了，变多了，好像也不能。我虽然，所以虽然，如果你要跟他和平，你都那 peace 一见起来，所以呢，你要说，对不起，委屈你了，因为我们这边那片米多了不？你可以说，所以不管他对还是错啦，你真的想要和平的话，那老师就容易话了，平素不容平那种，老师说了不会说的，你如果不点背的，
老师说不送朋友们第一路人嘛罢了，所以老师说不会说对不起委屈你了，我从小到现在都不会说，因为我也不会一直怪人家，都喵儿子姑娘比表这这龙好铺哦，都喵嘞对别人机哦三年不得啦，罗比苏这嘞龙好铺哦三年不得三年啊罗比老师对比苏这这龙好这这对比哦表那个表说表比谁你真的别虚了呗，那老师你真的。善心的反对的时候，我不会说对不起委屈你了，我要从小都不会说的。好，打听打听的老师教大家想想听过吧，色素没面呢、啊、哦哪水呢喏、哪水呢路来爬大便的不啊打听哦那么长呢那个那瓜长来着多那么长啊好那个哪水的水老师爬大便路呀哦，拿水呢，或者厕所里面呢？来，老师来这个来念一下，揭开牛犊。我们不用该打听他个人的私事。哦，私事，私事是 professional， 不是那个啥，私事哦，不是那个啥，老师懂得明里明白吧？这个是一种的私事，私人的，私人的私哦，私事。我们不用，我入门路不该打，不。Sorry， 对不起，不应该。我们不，哎，我们不应该打听。我若那么顺带，或者说什么明面顶不不，他个人的私人。那加了吧，啷的 ？WiFi 能加完了吗？哦，加了，加好，有哈。哦 ，OK， 反正对的，你到时那个啥的，我马路马上收电话，那么顺电话来第二个来念一下那个文面。你真是一个爱打听的记者。季节是什么？文面。记者，不啊，李老师，记者。好嘞，季节对吧？那是没。我今天心情不好了，不开了。好，有哪方面？我是季节的领导。季节的领导和的领导长美，你真是一个爱打听的。哎呀，我拿孙的这，你们都要拿孙的不？好，拿孙的领导都要过来的。好，的领导就是季节都要一个要一直要打听，他们的听一路呀啦。来，孙博主来念一下，我重来。哦，我从来不打听别人的秘密。你们家老师我们三四五路八大便比较适合的，我从来不打听。别人的秘密，都咪阿爷说我吃过啊，然后一两月啊，没啥数不了老师啊，对吧哈？这老师第一个第四课的老师生词哈，大概这样，还没有结束就是先这样吧。来，老师课本上老师的来，今天课本要念第一课开始，问啥没用哦。来，老师，那个从这七级票来。老师，电台要选出，电台要选出一对最恩爱的，夫妻。对比后有三对夫妻入围，评委照第一对夫妻说说他俩是如何恩爱的夫妻。妻子说，前几年他转身。看望了医生说他站起来的可能性很小，别人都觉得他的丈夫会跟他离婚，他也想过要自杀，但丈夫一直鼓，他也想过要自杀，他也想过要自杀，但丈夫一直鼓励他，为他不止。老师下一位为他不，老师来到这个来念一下，孙文平为他不值，老师，
为他布置着了多少家医院，并且几年如一日的照顾他，从不抱怨。在政府的爱护和努力下，他终于又站了起来。他的故事十分感人，朋友们听了都很感动。随后进来的是第二对夫妻，他俩说，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从来没为任何事哄过梁、吵过架，一直相亲相爱，相敬如宾。评委们听了暗暗点头。好，下一位到第三。好，可以聊。就奶奶来这一段来念。轮到第三对夫妻了，却很想写真不正了。评委们等等，有些不耐烦，就走出来看看桌子。今天第三对夫妻，软软坐在蒙古，软软的头靠在柔软的肩膀上睡着了。一个评委摇枪，他也那个男的，女的却伸出手指做了个小心的动作，然后小心的从包里拿出纸笔，用左手弯弯扭扭写下一些字，递给评委。他的右边一直让几乎的脑袋靠着评委们看那个纸条下面写着。别出声，他昨晚没睡好。一个评委提起笔在后面，记写了一个句话。但是李雪，我们的听你们的夫妻俩的，人的书米女人优先，那我们就不掺杂了。好，下一位文面，连段。那些老师，大家很吃惊，这个女人为了不影响丈夫睡觉，居然放弃这次机会。但评委们还是决定先不催他们，而是再等待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儿，男人醒了，评委们问他怎么那么累，男人不好意思的笑笑说：“我家就一楼蚊子多。”昨晚半夜我被蚊子叮醒了，我怕我老婆再被吵醒，所以后半夜就在为她赶蚊子。好，最后一段接凯牛读。最后的结果是电脑增加了脸上电台增加了脸上，我是那个好么的，脸上脸那个，好的，没关系的呢，那第一路表演，谁知道？对不起，剪线。展现被第一对夫妻评为占第一对夫妻占第一对夫妻评为谁是焕然一构，占第二对夫妻评为相敬如宾夫妻，正在的最恩爱夫妻占传给了第二对夫妻，第三对夫妻。来这一段那个四声的来念一下。父母一辈子住在农村老家，对老屋的感情就是没断奶的孩子对母亲一样，因此千年以来父母很少离开老屋。
尽管姥姥、祖祖和姑姑都在清理，父母也坚决不再清理住。啊，这是有没有来念这一段？老师在来。有，听着。去年在我和妻子的努力下，我们终于也用打工挣的钱，挣的钱在乡里买了一套新房，新房装修完，父母第一次住进新房时，高兴得不得了，妻子她提出有一串钥匙给父母，可他们拒绝了。那天父母喝醉了，父母喝醉了。等他醒时，天色已晚，我和妻子强烈留父母在新房住一夜。第二天再回，但他们仍然坚持坐三轮。最后一趟回老家的车。好，去哪里呢？给哪个？后面都来念一段的时候。一段时间后，我和妻子又准备去外地打工，千帆艰难，上楼空姐。临走那天，父亲从老家赶来送我们，父亲当场把我立到一边说：“你妈说了，你还是留一串身份的钥匙给我们。要是我和你妈什么时候上来了，就来住上几天，顺便给你们，老师谢谢。再给你们，谢谢，晒晒。谢谢，晒晒晒被子。被子，打扫打扫卫生。父亲说这话时，是。这些细化是小毛细雨，细雨画画是。还好接连，上个害羞的孩子，哎，啥子差别了他呢？自己有请假呢？接受受来念这最后一个。转眼又是半年，我们回家是一个新冬的夜里，下了前土街，儿子被冻得太苦，我和妻子想象着打开家门是灰尘，冷冷清清的进现。景象觉得心里怕怕寒。来到楼下抬头一看，却发现阶级亮着灯光。上了楼，开门的姿势，微笑着的父母，温暖的妻子，立刻
立刻扑面而来，室内打扫得干干净净，回去暖气。暖气好，OK。那个下一位聪明找暖气啊，你猜看啊？暖气台节、水椅，已温热。卧室床上的被子已铺好，厨房里飘来阵阵饭菜香。父亲说：“你妈昨天接到电话，知道你们今晚回来，今天来新房忙了一天了。原来父母要我留下串钥匙，只是为了让我们回来时能立刻感受到家的温暖。我鼻子一酸，流下了热泪。”啊！来，这一段来念一下，那个稍等啊，窗。柴缝和其实都是特路工人，铁路工人，铁对路不起，铁路工人工作很稳定，待遇不错。他们有房有车，从不用为生活发愁。可的，风吹。不想一辈子，过这样平静的生活，通过，但是，地方，迷上了帆好，船。迷上可以了。下一位，难道啊？神风迷上了。难道啊？难道模糊？那个 Nancy？翟峰迷上了帆船，他觉得帆船能带他撞开世界之门。只要有一艘船，就能航行在无边无际的海上，到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由于翟峰和妻子没有积蓄，于是卖房卖车，买下了一艘二手船。翟峰叫他彩虹号。出发前，翟峰自学了航海知识。然而包括翟峰的父母，所有人都觉得翟峰疯了。好，楠楠来。2012年10月26日，此垒池的翟峰和妻子带着受水的女儿，第一次驾驶帆船出海了。白天，翟峰和妻子轮流驾船，女儿在船上看书、学习画画。而下午海面平静时，翟峰会和妻子下海游泳或者钓鱼。该次放学，妻子会给全家人做一个美味的海鲜。啊，那个，你来吗？马吉。傍晚是一家人最舒适的时候。千万火，一家人坐在一起，用干电完脑看看干活电了，那影。叫干完活，干什么呀干？干完活，一家人坐在一起，用电脑看看电影或者聊聊天。这样的生活是早盼望已久的。以前陆地上的夜晚，他们在各自的房间，一家人没有更好的交流。好，下一位那个 King 素薇。中国有句老话，可下山不下海，美好的时刻是没可好，是事后是一个个紧张的夜晚。一路上，展峰一家经历了爽身着火、落水等大大小小10多次。
为乡亲，他们最怕山顶造物主的时刻，因为。因为上山时是，破背下到知道一家三口只能紧紧，拥抱在一起，希望山顶快快过去。啊，看看。在经历了8个月航行了4000多海里之后，再逢一家终于回到了家。再逢相信一切之事开始，很还就是唐然山道路上一段长长的台阶。通向他想要的未来。我和太太想要看看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人生有选择，一切可改变。下一步，他们想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待今年11月的北风南下之时，他们等再次出发。昨天听到26。你不是应该经常？26。你怎么把头发弄成这个颜色啊？太难看了。爸，您这就不懂了，这叫时尚。我不懂什么时尚不时尚，反正觉得不好看。您多看几次就习惯了。我的老爸，您得转变观念了。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啊？那个昨天26号，今天27。27，你看，马路对面那个人是在跟你打招呼吧？离得太远了，我看不清楚。好像是你们公司的会计小赵。不可能，他昨天去外地出差了。他们最可能在哪儿？好，咱们来看一下。来，老师，请学生来念。那个，苏皮皮要来念。你看马路对面那个人是在跟你打招呼吧？打招呼吧，离这儿太远了，我看一下清我楚，看好不像清是楚，你吗？以下两步内容不用配，这叫 HS 给 fine 呢。我看不清楚。我看不清楚，好像是你们公司的会计少，过来。会计师，会计哦，会计不是会计，会会计计，小叫。会，小佳，不可能，他昨天去外地出差了。你看。马路上哦，马路对面那个人，那嘛也没得清爽呀呼噜啊，那是哈跟你打招呼吧？你那的打招呼就是说没听口的不咯？那没事的嘞，离得这太远了，你看你为啷那的？我看不清楚，俺心里那边没有的，好像是你们公司的会计小赵吧？你弄好像说天啊，老你跟你给的是应该小照片了没的，不可能，是哪部？他昨天去外地出差了，那个家伙录给啥呢？去多来的，来再听一遍。
27，你看，马路对面那个人是在跟你打招呼吧？离得太远了，我看不清楚。好像是你们公司的会计小赵。不可能，他昨天去外地出差了。他们最可能在哪儿？啊？那个答案是什么？那个私人最近公司里啊？公司里啊？一没有去答案是什么？我也是，老师，答案是公司里。嗯，很棒，乖乖，答案是什么？公司里，嗯，乖乖的公司里。哎，宿舍怎么了？宿舍要讲答案了。我觉得答案是 A， 接下。那 A 的你的答案呢？接下 A 老师。对，我公司里路不会路的。哦，编辑，你看马路对面那个人是？蓝马也和面的青山呀，和第二个里边那公司咯，蓝马住呀里，哦伊喏，28，你的项链真漂亮，尤其是配这条裙子，谢谢你。这是我去年在云南旅游的时候买的。看上去很特别，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据说是当地的一种石头。那条项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来，先请学生来念好了，那个乖乖来念。乖乖别再迷糊啊！来 ，A 的来念。你的项链真漂亮，尤其是配这条裙子。谢谢你，这是我去年在云南旅游的时候买的，看上去很特别，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就说是当地的几种石头。那条项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你的项链就是老说的。水珠宝呢？你看水珠宝嘞，真漂亮，这个蓝的嘞，尤其出的皮的，适配这条裙子。第四个呢，配着多来点卡嘛，都蓝的嘞。谢谢你，这组的嘛嘞。这是我去年俺们那个云南，就是云南宝呢，云南嘛嘞，旅游的时候可以多用啊，买的回来嘞，看上去进来都是银的，很特别。让我出差来的是用什么材料做的？被设施被必须呢，漏出来嘞，被叫人漏出来嘞不？哦，据说表演银龙的是皮的，当地说都是云南地大爷一种石头，叫的没有石头啊，叫中不？那老师你妈了叫中了吧？大变了苗，云南爷叫的没有皮的，那条项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哎，这项链嘛，把出差了系列，那老师比较特殊是都奥加贝塔的一台特殊的这边个出差多，哦，样式独特说了说出差的，硬是说 style 啊，这个硬是 style 啊，独特出差的嘞。那如果颜色哦鲜艳哈，鲜艳这边啊，倒你啊，哎呀啊，倒你的多标啥了？那老师再提一遍，好，等一下问你们答案。你的项链真漂亮，尤其是配这条裙子。谢谢你。这是我去年在云南旅游的时候买的。看上去很特别，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据说是当地的一种石头。那条项链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那苏明总，答案是什么？A。啊，比如材料特殊。哦，材料特殊，因为都嘛八多啦。云南也哦，把那路他说石头那路他啦，皮特这老师材料特殊，都也的这啥不啦？accessory 啊，老师比较特殊的。29，看你满头大汗的，停下来歇会儿吧。不行，我还没跑够3000米呢。你那么久没运动，一下子跑这么长时间，受得了吗？不要紧的，只剩2圈了。男的觉得怎么样？好，上来看一下。南山，请学生来念好了，这么的也来念。看你们头大的下来歇会吧，不然我还没跑够3000米呢。你们就没运动，一下子跑这么长时间，就受得了吗？不要紧张，只剩2圈了。好，看你一眼，满头大汗，就是说吹你的鼻梁啊呗的，哦，吹你的鼻梁啊呗，满头大汗，满头大汗的，停下来，就是说也来多的，比如歇会，歇会是哪久的，休息呢，对不对？停下来歇会吧，那比如哪久来吧，歇会的地方让上我们吧的，不行，你呀不，我还没跑。跑过3000米呢，米大东场比如我们老队伍的，你那么。哦，你那么久没运动，你怎么老家里啊？喏，一下子跑这么长时间，可那里呢老全家一病呢，受得了吗？你身边在哪里？不要紧张，老年的直升，见到的连窗了，那不咋见到的哦，都东厂都比我那不白见到的来再听一遍。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据说是当地的一种石头。那条项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29，看你满头大汗的，停下来歇会儿吧。不行。我还没跑够3000米呢。你那么久没运动，一下子跑这么长时间，受得了吗？不要紧的，只剩2圈了。男的觉得怎么样？啊，那个孙文九答案是什么？C， 海南坚持。哦，海南坚持，是不是？老难的也得好，我们从这个第二部分全部再听20到29，请选出咱们班家人的 listening 共表明吗？1到29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21题。21，你猜我刚才碰到谁了？刘老师，他也在这趟火车上。他在6车厢。这么巧，他也去江西？对，他老家就是江西的。那我过去和他聊一聊，你也去。刘老师在几号车厢？22，下午整理书柜，我有个意外的收获。是吗？什么收获？我居然找到舅舅送我的那块手表了，我还一直以为丢了呢。看起来
你应该经常收拾一下房间。男的是在哪儿找到手表的？23，您试试这个药，我的一个亲戚以前用过，觉得认真的听哦，那么不明嘛，啥啥漏用他漏嘛？效果不错，是吗？那我试试。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最近事儿挺多，您也别太着急，慢慢来。好的。谢谢你了。男的怎么了？24，麻烦你给我倒杯咖啡吧，困死我了。怎么了？昨晚失眠了？那倒没有，昨天是世界杯开幕式啊。怪不得，忘了你是个大球迷了。昨天是什么日子？25，我的登机牌呢？在你那儿吗？没有啊，刚才你要自己拿着。坏了，找不到了，不会是刚才买饮料时掉了吧？你真粗心，快回去找找，一会儿就要登机了。男的为什么说女的粗心？26，你怎么把头发弄成这个颜色啊？太难看了。爸，您这就不懂了，这叫时尚。我不懂什么时尚不时尚，反正觉得不好看。您多看几次就习惯了。我的老爸，您得转变转变观念了。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27，你看，马路对面那个人是在跟你打招呼吧？离得太远了，我看不清楚。好像是你们公司的会计小赵。不可能，他昨天去外地出差了。他们最可能在哪儿？28，你的项链真漂亮，尤其是配这条裙子。谢谢你，这是我去年在云南旅游的时候买的。看上去很特别，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据说是当地的一种石头。那条项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29，看你满头大汗的，停下来歇会儿吧。不行，我还没跑够3000米呢。你那么久没运动，一下子跑这么长时间，
受得了吗？不要紧的，只剩两圈了。男的觉得怎么样？好，今天到这里，那了，下个星期。